动新闻与路透合作，每周二十则，全球看得到。他一气之下开车离家，老婆追出来，还用球杆猛敲车子。伍兹转头查看，一分神就发生这起撞车意外。苹果动新闻三年前首度以动画呈现高球名将老虎伍兹绯闻的报道，引发全球媒体热烈讨论，争相转载。现在这些精彩的 3D 动画新闻在全世界都能看得到。国际知名通讯社路透近日宣布和一传媒动画合作，明天起每周将供应近20则动画新闻给订阅及使用路透新闻的全球各国媒体客户，届时全球都可以看到来自台湾的骄傲。路透指出，许多新闻都有镜头无法捕捉到的重大事件经过，可透过深具创意的动画影像重建。例如动新闻今年一月以动画重现意大利豪华客轮哥斯达协和号的沉船事故。一传媒动画商务总监马克塞门表示，每则动画制作完成只需3小时，只有来自台湾的一传媒动画团队才有这样的技术和速度。一传媒动画公司创办人黎智英表示，我们的目标是透过与路透联盟合作，向全球新闻媒体传送具领先优势的解决方案，但这项独家合作计划不包含日本和台湾市场。学者表示，动画新闻有助读者了解新闻背后复杂的概念，尤其是与自然科学相关的新闻更具教育性意义，因是路透社选择合作的主因之一。苹果动新闻的读者也认为，动新闻让新闻变得更好看。然而，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却以一电视新闻用动画呈现数次否决发照。对此 ，NCC 委员陈振昌强调，之前的争议点是动画怎么使用，如用在协助说明科学新知、天灾等，当然可以；用在犯罪类型的新闻就有争议。动新闻综合报道。